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个同学的问题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好不公平哦？啊？你们都不讲话，然后就我一直讲。你们都问问题哦，可是我都没有听到你们有问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都负责我自己去看就好了。来，我先回答几个同学问。第一个，这里回去之后是不是无法取得授权？可以啊，因为它就是免费方案就可以用啊。所以你就是你注册账号，那就继续使用。你刚刚我们在这边有注册账号的，其实在云端你就有相同的账号，因为它上面就有一个云端的，啊，你就可以用相同的账号密码继续登录里面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呢，同学问到这个走路，好残忍哦，还要走路有没有？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看一下，刚刚他进场是不是用这样进场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这个女生好了，然后找这个女生，哎，点到这边，你看这个女生，女的白领哈，在这里，她从这边，哎，各位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她的动画是从这里进来一直到这边而已，所以如果你要编辑它，你一定要回到这一段的区间才有办法编辑哦。虽然我后面是会看到它没错，可是在这一段是没办法编辑它，这样有了解吗？所以你看，我如果在后面点到它。有没有像是糊在一起？有没有一个整个这样？可是我在前面点到它，有没有发现有外框不一样？这样有注意到差别了哈。好，这个如果你希望它能够从啊，我就从这边有没有进来？反正出现不管怎么出现，我就希望它待会边走边讲话走到这里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你看这里，刚刚我们用的是进场跟出场，有没有发现中间还有一颗？有对不对？就是这一颗，你把它来这边按一下。你现在要的不是这些动画，而是什么？有看到移动了吗？因为你要移动嘛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按一下，确定，是不是跑出来了？点到它，有没有分身？啊，你看到吼，后面我现在在后面关键格，如果你是前面的关键格，就点这个。好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应该是这个啦，因为你要移动嘛，就点后面这个就好了哈。点到它，拉过来，有看到路径了吗？好，讲一讲就讲到那边去了嘛。哎，你看我们今天的动画课程，哎，自己不能配音哦，啊，你自己要增加声音呐、啊。好，所以这样会走路了。当然你要边走边变得越变越小也可以啊。对吧？哈啊，你要做旋转啊。其实旋转、位移跟缩放都是属于移动嘛，都属于移动里面的范围。哈，所以这个是刚刚同学问的第二个问题。再来，这个就是啊，面向你怎么那么残忍，还要面向另外一边？人家明明就要靠左边讲话，你就要把人家转到右边。这个我不知道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但是呢，我要讲，刚刚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。就是他说别的那个范本里面的物件，因为我们这样不是已经打开了，你就不能再开另外一个嘛？那你可以这样，假设你有自己做好的东西，好，那你想要拿到别的地方去或别的范本里面有的，你可以点到它。我先移到旁边哈，对吧？假设这一个或这一个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，那你点到它之后按右键，有没有一个叫做这个添加到素材库？就是你自己的，这样了解哈？你可以把好像把它变成一个 library，我们有的把它当做图库啦，就自己的图库，那你就可以再从图库里面丢出来，再从里面图库里面丢出来，这样 OK 吗？嗯，这样了解了哈，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，其实你就可以很快的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动画做好了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要语音合成，你只是很单纯语音合成，就从这边来，你就可以看看。我们刚刚有稍微讲过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服务就是这一家公司提供的，这一家的。那这个如果你有上过我之前的课程，或有看过我的部落格上介绍的话，有一个叫讯飞语音输入啦，在手机上 APP，我刚刚不是有在用吗？有没有？它会自动帮我们把那个标点符号就打进去，就是你在讲的比较长，然后有明显的断句，然后问号问句的。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那些标点符号就一并加进去，因为现在大部分像 Google 啦、Siri 啦，他们都是属于命令式的，所以就是单句单句，没有那些标点符号。
哦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你就可以试看看。四川的我是不太会啦。哦，输入不能空白，忘记了。所以有没有一二三？哎，各位你们选字应该会吧？啊？我都一二三呢，还是你们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成就感？不要每次都这样嘛，哦，一二三就好了。网页也是哦。哎，你们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外星人，点进去，网页上的字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我怎么一种感觉？我用的电脑跟你们不一样啊，我明明都跟你们用一样的啊。啊，那要吼，一二三就是全选啊，应该说整段呐、啊，整的段落，所以它只要是同一个段落都会被选到，好，同一个段落，但是网页上大部分像这两行一二三，这时候都是独立的。对不对？Ctrl 加一就我就不用讲了嘛，全选。好了哈，所以你回到这边来试听四川话。回去之后是不是无法取得上海的授权在家使用？好，这样所以没有。好了，你就可以下载下来，或应用了哈。反正它都变成那个录音档给你了，语音档是。对。图像怎么样？就是脚也跟他会走路。哦，你好残忍呐、啊！如果它本身是动画的话，我们在移动过程它就会动。我们刚角色不是它有很多种不同那个吗？所以我们这样好的，我们直接预览，好，用预览的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它原本有讲话的还是会继续讲，你了解意思的哈。但是如果它原本没有做动画的，那就是静态的，这样 OK，不要这样3个小时，比人家4年，不能要求太多嘛吼。其实事实上那些角色你可以制定的，但是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把那些内容要放进去，比如说他要走路至少要2到3个动作，有没有？脚摆，手也要摆，那你就要准备好那几张图，这样你才会有办法做那个动画这样，OK。